你这人怎么回事？把我车给弄坏了！我没有，我只是难受，想靠会儿。你还狡辩！我都看到了。我真的没有。宝贝，是宝贝。哎呀，你这人怎么回事？ 没看到有人晕倒了吗？他的大事他活该，把我车都给刮花了，真是的。女士，女士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总裁，怎么是你啊？ 大黄，原来是你！你下午到我办公室一趟啊！喂，120吗？这里有个孕妇晕倒了，你们赶快过来一下啊！ 喂，医生，那位女士怎么样了？好，谢谢你啊，进来。 是你啊，总裁，对不起，早上是我太冲动了。你一句对不起就完事了？你没看到她还怀着孩子吗？啊？我告诉你，医院刚刚打电话给我，说她还没有摆脱生命危险。如果她和孩子有那么一点闪失， 连同我和你通通都脱不了干系，你知道吗？总裁，都是我不好，但是我妈也是太着急了。着急？人和车相比，哪一个更重要？你赶紧给我收拾东西走人！总裁，您不能辞退我。 这里的工资那么高，您辞退我了，我怎么和我家里人交代啊？总裁，我现在要去一趟医院啊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你赶紧给我滚蛋！总裁，总裁。